让我们欢迎金手兔，请。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做 metal 金属，对啊，金属，好期待啊！哇，这么多人呢！我们有同样的方向，我们为同一件事情在努力，这就是伙伴。我们是为家园而战。我们是完全的原创，对，八分钟的词，八分钟的编曲，五天，这我没有做过，从来没做过。你这个疫情还没有结束吗？这个疫情也是让我们思考人类这个悲剧的一个部分嘛，我们的爱和矛盾，我们自己的一个反思。其实这个主题我觉得蛮好的，很现实主义，而且也是正能量。对的。把疫情炸掉，我可以加一点 rap， 这太好了，每个人写一段，直接写一首新歌，对对对，直接写，肯定也要叫我吼两声啊，必须啊，不然找你来干嘛？反正我要用电钻，电钻，没问题，我也用真的电钻吗？对，楚哥要是要一起的话，我们就一起，这太好玩了，可以啊，是吧？我给土哥转，你俩自己转。哦，我们俩当然自己转，来不及，我们俩互转。我们俩互转看看。转的那个镜头，多给点特写，最后还有一点火花四溅。哦，那叫特效，特效，特效，加点特效。我觉得导演组是万能的，范导，谢谢你圆了我一个可以躺着练鼓的梦，谢谢大家。谢谢你带头，好嘞，上台吧，上台吧。OK。最后一个决胜负的舞台，你有信心吗？不拿第一名真的很难。对，我们一定要赢他们。就我们这组唱完，后面别唱了。就好像我们自己演唱会结束，然后放了那个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说，请大家收拾好自己身边的物品跟垃圾。
Yeah.
好棒哦！可以出道了，快出道吧，今日之家！是我们的睡不饱贝斯手信，一走还留。感觉演唱会已经结束了。战鼓键盘手张碧晨，他们真的玩成了乐队。旋转鼓手胡宇涛，我是鼓手胡宇涛。电钻吉他手萧敬腾。我们的万能酱球，开心，五哥也跟着可爱起来。烈火吉他手鬼笑，我们明年再见。好，就结束了，我走吧。演唱会结束了，杀青杀青，太厉害了吧！这个好像那个演唱会最后要结束，然后再介绍。